什么叫做菩提心。菩提这个字啊，在梵文是觉悟的意思，觉醒的意思，彻悟的意思，这叫做菩提。所以这个菩提里边含有两个成分在里头，一个是啊自觉，一个是觉他。所以自觉呢，如果说自己啊已经对于啊这个世间的道理、世间的现象看得很透彻，而不再啊贪念，不再有烦恼，不再有执着，不再有苦难的心理反应，这叫做自觉。觉他呢，也帮助他人呢，能够从一切的苦难之中逐项逐项的能够解脱，自己离烦恼，也帮助众生呢离烦恼，自己啊不受世间的任何的环境呢所诱惑所困扰，也帮助众生呢能够不受世间的环境打击诱惑困扰，是自觉觉他，这个叫做菩萨。这个心就叫做菩提心。所以大慈悲心大菩提心呢，就是对于现在的人以及众生，对未来的人以及众生，对于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和众生，都希望对他们有益，而不是呢希望从他们身上得到益处。任何人给我接触到的时候，我都希望能给他一些什么，能够协助他们，帮助他们一些什么。因此佛法里面讲啊，你一开始修佛就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的同时啊，你就要开始啊利益众生。在这个利益众生里边呢，有六度法门，菩萨修六度，第一度就是布施，用布施来利益众生。布施的时候是除贪去自我而为他人，这个就是慈悲心呢，那就是菩提心。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要奉献，要对众生有奉献，不断地从事于对众生奉献的工作，这不是修佛吗？修佛的时候他不为自我，追求自己的名和利益，或者是自己的成就，没有为自己想，越是为人，自己的自我执着越大，自我执着越淡的主观意识越少，主观意识越少，你的智慧越高，这个是啊相对的。所以是从佛法来讲呢，修佛的同时是修慧，修慧的同时是修佛。所以要飞出生死的苦海，要成为菩萨，成为一个佛，那一定是啊佛慧双修。所以我常常鼓励人呢，不要啊发小愿，然后发个大愿，发小愿呢一下子就这个满愿的，发大愿的时候呢，你永远有机会奉献，永远有机会利他。
永远呢你走不完，那才是真正的一个菩萨行，是利他行。我希望诸位能够发菩萨的愿，发成佛的愿，发誓要发度众生的誓，发利益他人的誓，那你自己一定是利益最多的人。